神先写点横撇，有横和撇组成，分成两笔书写，点在横画中间偏右，撇起笔时对准点的下方，不要写太长，竖画要短，用垂露竖，点不要超过这一部分。右边这个深，注意竖画起笔是低于这个横，向右下方斜行笔，横折横要细，向左下方斜行笔，横与横的间距基本相等。竖画在这个日的中间，用悬针竖，要垂直，横与横的间距基本相等，上面出头短，下面长，高低要错位，两边的竖往中间斜，中间这个竖要垂进。往右上方去，这两点的话，向右下方的撇往左下方横折提按，向左下方斜行笔，横，横与横的间距基本相等，这个竖钩对准这个中间这个点，稍微停顿一下，勾出去。内圆外方，勾的话不要出去太长，高低错位，这个往左下方头，横要短，竖要长，下面这个横画要长于第一横画，这样长短有变化，竖画在横画中间，尾第一个撇短小而平，横左低又高，竖画在撇的正下方，撇在横竖交叉点的位置，点撇折，下面的女字的撇折，所以撇有粗到细，然后再有细到粗，折过来，这个撇离这个撇要近一点，横画要长，横左低右高，向右上方斜行笔，这边出图要短，这边长一点，